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熊观影，我是阿九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高分政治美剧《纸牌屋》第二季的第七集。上集我们讲到，雷蒙德用哄抬电价的手段来逼迫总统妥协，最终被弗兰克以强行接管企业为由，不得不结束了这场电价之战，又一次在与弗兰克的交锋中败北。时间临近美国两党中期选举，根据美国宪法规定，总统选举每4年进行一次，国会选举每2年进行一次，其中一次与总统选举并行，而前一次是在总统任期期间，被称为中期选举。选举的主要内容是投出435个众议院一席，以及改选参议院1/3的一席，以及全美37个州的州长之位，对最终总统大选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，因此也是沃克最在意的事情。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则黑化民主党中领导的广告神秘的出现，言辞犀利，极具攻击性，一时在媒体中疯狂传播。不用说，肯定是竞争者共和党的手笔。而这则广告的投入预计有2500万之多，来源不明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共和党得到了巨大的资金支持。如果他们赢得了中期选举，那民主党极有可能失去国会的多数席位，沃克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说到这里，他就开始焦虑。习惯了日常甩锅的他，又一次把责任推到了弗兰克身上，指责他没有替自己看好国会，反而去干预商业谈判和外交事务，根本忘了当初是他自己指派弗兰克去和冯谈判的。弗兰克第 N 次充当了沃克的出气筒，终于忍不住顶了回去，问沃克是要找人出气，还是要放他回去好好工作。沃克面子上挂不住，气愤地将弗兰克赶出办公室。之后，弗兰克第一时间找人调查了共和党的各大捐献人，发现他们最近并没有什么大笔支出，反而民主党的一个捐助人瓦尼根这季一分钱都没捐，而瓦尼根的赌场却捐出去了1000多万，还是不完全统计，总额就接近那笔广告费。很显然，瓦尼根改投了共和党。弗兰克第一时间想到这件事与雷蒙德有关，瓦尼根的赌场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，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吗？雷蒙德的常驻办公地点就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，他们是近水楼台。弗兰克立即安排道格前往堪萨斯城调查，而他需要安抚一下尽早被他激怒的沃克。我们都知道，弗兰克精于攻心之道，他很了解沃克的脾气，强势不会让他真正生气，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才是对付这种外强中干者的最好手段。今早他当了沃克的沙包，现在他贴心的直接送了个沙包，好让沃克能在压力大时合理发泄。他在卡片上留言说，沙包不像我那么话多，一方面做了含蓄的自我检讨，让沃克有了台阶下，一方面体现了朋友似的关心，立刻就把沃克给哄好了。这招对症下药虽然聪明，但是我怎么看都有点像男生哄女朋友的套路。下班后，两个大男人在冷清的白宫来了一场兄弟间的对话，卸下了白天沉重的工作包袱。沃克没有了总统的架子，坦言自己经常坐在伟人坐过的地方，试图像他们一样思考，但却什么也没有想到。弗兰克告诉他，做总统是件伟大而珍贵的事，而代价就是孤独。而这段对话也暗示了沃克是没有伟人那种强大的自我意识，可以独自承受王冠之重的。而弗兰克对于这一点就有很清晰的认识，有些人做到一定的位置是必然的，而有些人只是偶然。道格来到堪萨斯城的赌场，试图用一直赌钱来引起瓦尼根的注意，瓦尼根也认出道格就是弗兰克的幕僚长，故意不去搭理他。道格则用了他自己的手段，通过说服一个女招待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，赌场每年都会有一批 C 国富商过来赌钱，一场至少输掉几百万，一年3到4次，如果他们是因为爱赌钱，可以去拉斯维加斯，而不会特别转机来堪萨斯城。弗兰克命道格去查一查这些富商的包机信息，看看他们是谁组织的。道格与美女一夜春宵，而美女是个老江湖，一眼看出道格心不在焉，看来是有个心上人。道格没有回应，对瑞秋的好感他只能埋在心里，因为他不知道如果有天瑞秋真的威胁到弗兰克，他该如何选择。在克莱尔的努力下，一份针对军队反性侵法案起草完毕，但在联署问题上，塞斯和康纳争论不休，两人似乎很不对板。之前我们讲过，塞斯是因为找到了克莱尔堕胎的证据才被弗兰克特别录用的，因此在工作能力上比康纳这个媒体主管更胜一筹。而实际上，塞斯是雷蒙德安插在弗兰克身边的棋子，
目的就是找出弗兰克夫妇的丑闻。但他手握克莱尔一个这么大的把柄，却没有对维米说，反而想利用维米的人脉帮自己把碍事的康纳弄走，显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。不过他始终是用威胁手段换来的职位，居心不良弗兰克早就发现了，他直接问塞斯有什么目的，塞斯没有任何犹豫就自曝了真实身份。他受雇于维米帮维蒙德收集夫妇俩的丑闻，但他来了之后亲眼见识到弗兰克在弗利法案仪式上的表现，意识到自己从维米那里只能获得一笔钱，但弗兰克却能成为白宫最有权力的人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塞斯愿意转投弗兰克，而弗兰克也喜欢识时务的人，他要塞斯继续与维米保持联系，帮他找到一些攻击盲点。另一边，道格很快查到那些 C 国富商的包机都是来自冯的公司，多年来已经往返赌场38次之多，一个由维蒙德、冯和赌场瓦尼根串通的利益链条显现出来。弗兰克又让道格去向冯证实此事，而他马上给维蒙德去了电话，维蒙德当然不会直接承认，但其实瓦尼根此时就坐在他身边。弗兰克从维蒙德的话茬中得出结论，瓦尼根捐助给民主党的钱是维蒙德的收益，由冯通过赌博输送，而这些钱铸就了民主党多数党的地位，包括弗兰克这个前任党鞭。现在维蒙德要转调枪头，把钱送给他们的敌人，以此来让总统和弗兰克屈服。说到这儿，简单解释一下，维蒙德的商人身份是不能直接参与政治的，如果总统与富商有了金钱上的勾连，那就是巨大的政治污点，因此维蒙德才用冯的钱来间接捐助民主党，当然也许会许诺给冯相应的回报，那就是左右一些法案和政策来让他们双方都受益，上次他们洽谈的汇率问题就是这种操作的体现，可惜最后被弗兰克搅黄了。冯并未否认他与维蒙德以及赌场的关系，道格希望冯能终止对共和党的捐助，甩掉维蒙德，直接与他们合作。冯表示他需要考虑一晚，于是将道格留在自己的庄园过夜，并为他安排了一些礼物以表示自己的诚意，但道格想着瑞秋，并未接受这份礼物。同一时间，克莱尔通过沃克夫人邀请夫妇俩到家里共进晚餐。之前我们说过，克莱尔暗示夫人小蜜与总统关系亲密，此后又制造了双方的误会，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，夫人越看两人越不对劲，怀疑小蜜对沃克有好感，话一说出口自然被沃克埋怨是反应过度，整个晚饭吃的是别别扭扭。相比之下，弗兰克两口子既默契又亲密，夫人觉得非常羡慕，但他显然没有克莱尔那种情商，总是说到让沃克尴尬的话题，特别是提起那个沙袋，更是被沃克直接打断了，夫妻间的隔阂不言而喻。克莱尔给了弗兰克一个玩味的眼神。饭后男人女人各自活动，更有一种朋友话家常的感觉，沃克甚至要求弗兰克省去官方的称呼，私下里就叫自己的名字。克莱尔劝夫人好好跟沃克谈一谈，夫妻双方需要坦诚，就像他和弗兰克，白宫的工作是一时的，婚姻才是一辈子的。不得不说，弗兰克夫妇非常懂得利用时机，饭桌前后的闲暇时光往往是人们最没有心理防备的时候。弗兰克对沃克总是表现得极其理解，因为他知道身为总统的压力之大往往是找不到人疏解的，特别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而他的夫人显然不是这样的人。克莱尔一味鼓动他去找沃克谈，谈出来的结果也只会是互不理解，加深矛盾罢了。第二天，道格告诉冯，客套的礼物就不需要了，他可以直接讲明自己的要求。冯表示他希望重新启动上次建造大桥的项目，因为他的盟友希望如此。冯在这里并没有言明这个盟友是谁，但这其实不难推测，应该指的是 Z 国政府高层，因为他说没有这座桥他们就会变成敌人，说明 C 国也希望缓和与美方的关系。另外冯还提到他在国内已经因为贪腐被指控过两次，像他和道格这样的人可能随时会消失，因此现在所做的事也是身不由己，他需要看到弗兰克重修大桥的诚意，那样他就会立即停止资金输送。在塞斯的要求下，维米间接给了康纳一个好工作，克莱尔乐见其成，客气地送走了康纳。弗兰克试图跟瓦尼根谈交易，与他对待冯的方式一样，想让他们都甩掉维蒙德，直接跟自己合作，但他小看了瓦尼根这个印第安人与白人政府的仇视。众所周知，美国人在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犯下了严重的罪行，掠夺他们的资源和土地，
结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仇恨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。虽然后来美国政府建立了印第安事务局，对他们进行统一管理，并给予了类似保留自留地、开设赌场等等优惠政策，但这并不能改变思想层面的种族歧视。所谓种族歧视是双方面的，白人会歧视印第安人，反之亦然。弗兰宁根的内心就是仇视美国政府的，他不相信弗兰克许诺的权利，只相信他与雷蒙德多年来稳固的金钱合作关系。他从走进弗兰克家被迫走后门搜查全身就开始不高兴，更不觉得弗兰克会把他视为平等的合作对象，甚至直接出言羞辱白人政客，把弗兰克气得砸了桌子。克莱尔建议他出去跑步减压，而这时道格从冯那里回来，说他那边有条路可走，只是不怎么好走。道格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，修桥这一举措是为沃克争取支持率的，而弗兰克正在想办法给他挖坑，因此不会想轻易重启这个项目。那么弗兰克还会有什么办法来应付雷蒙德的金钱攻势呢？想知道的请继续关注下集解说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